惠美店清洁队的粪扫车是真牢固，店长林经理是向馆长王惠美争取一台全新的粪扫车，以及一台消毒水车，协助校区内清洁消毒工作，为店面打造舒适的清洁空间。河北清洁队大部分的粪扫车已经老旧，河北电工所为了提升清洁队水车人员的安全以及工作效率，特别向环保局来争取补助一台全新的密封压缩式独立封闭粪扫车，来正式加入粪扫清运行列。那现在我都做一个立即性的保护，保护民众，卖给烟家啦，还是讲迄个金库的部分，那现在我都做。环保局的申请哈，争取啊一台咱的迄个啊。垃圾车哈，六立方的垃圾车啊，各一台啊，咱的环境啊消毒洒水车哈，啊，这两家要来感谢咱中华管政府的支持啦哈，咱都一定的啊，这个腹地非常的宽哈，啊，咱有沿路呢有高条线在收咱这些粪扫哈，啊，咱有的这些垃圾车呢，拢啊。底部哈啊，都已经哈十几年的车种啊，啊慢慢来淘汰啊。这一次呢，感谢彰化县政府哈，在这个啊六立方的垃圾车，啊咱每年呢啊买过来个争取。啊，搁一台，搁一台资源回收车。除了有新型的电动压缩式粪扫车，环保局嘛新配置了一台消毒压水车，将大大提升清洁队人员伫咧清扫作业顶头的工作效率。河北电力有林根仁指出，即个有粪扫车甲消毒压水车，即会加入粪扫清运甲环境清扫工作，将为店面打造搁较优质清气的生活环境。多张新闻叶芳如河北采访报道。